大家好，今日是7月14日，万众期待美国的 CPI 今朝早公布了，在香港时间爆表啊，好必然啊，因为好鬼奇怪啊，人人都说加息加一嚟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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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解港股今日唔死得咁死嘅咧？美股又唔好似上个月咁样插插停800多点，然之后再先弹翻上嚟咧？好简单嘅啫，我自己觉得呢个世界喺投资市场就系有预期就冇惊奇。